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厨小刘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怎样在家自制土豆宽粉。传统制作土豆粉里面呢，都要加明矾，咱们今天不用明矾也能在家做出来。碗里加入大约100克的土豆淀粉，加一勺盐，一勺碱面，然后多次少量加入开水搅拌均匀，再分次加入干的土豆淀粉揉成团，